好，今天我要介绍的是耗材卷的限价改造。那一般人呢，可能都是使用原厂附的，或是你们会自己设计一个类似这样的架子，来放我们 3D 列印机的耗材卷去做使用。啊，那当然有在使用的人可能会发现它有一些小缺点，那我就是针对这些小缺点来做一点小改造。好，那我们再继续看怎么去做改造的呢？好的，那先来讲一下它的缺点在哪里。好，一般我们拿到了耗材卷呢，我们就是直接把它的轴给它穿过去，然后放到我们的架子上，那我们就去做列印了。那当然它是可以去做滑动的。那有时候呢，它在这个接触的地方，有时候你可能耗材卷刚使用的时候会比较重一点。那重的话，相对的它摩擦力就会比较大，有时候它的耗材卷的转动呢就不太顺畅，有时候会不小心的会影响到我们列印的品质，所以这部分呢是它的一个小缺点。好的，那我们要降低摩擦力呢，我们一般会想到的就是使用轴承，好，没有错，这个改良呢，其实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。那我是针对那些设计呢，有参考，但是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良，然后让它直接可以去做更换，我们不需要做太多的零件来去做这个结构。好，那很简单的就是左右放了两个轴承，那中间呢穿过一个轴，再经由两个轴套呢把它结合在一起，很简单的一个结构。好，那它是可以去做转动的。好的，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去使用它。好，那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呢，就直接把你原本的轴更换就好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你不需要做太多的改造，好，几乎是沿用它原本的东西，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小改良而已。好，这样子是最实用的。啊，当然你要记得，好，我这边是有预留一点空间的。好。那它这边呢，你要注意它这边两边都有进去这个槽呢，避免它会滑出来这个现象。那你可以转转看，它轴承是有在动的，那这样就没有问题的。你如果转的时候发现你轴承没有在动，是你的耗材卷的这个架子在动，中间这个没在动呢，那代表你这边会有问题，因为这样的话跟你使用它原本的轴道理是一样的，其实是没有减少摩擦力的，所以你要注意，你转动的时候呢，里面的轴承会不会动？会动的话，就代表没有问题。那如果不会动呢，你就要思考一下，是不是轴承有问题？你在装配的时候是不是有问题？会锁得太紧了，或是你的轴承呢，顺畅度不够哦？这边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。好，那我来介绍一组我另外一个线轴。啊，它的轴承呢是比较特殊一点，我从别的地方拆下来使用的。啊，因为这个轴承呢不是常见的，所以我并没有去分享这一组的 3D。那一般我分享的这个另外一组我们常用的轴承，这个轴承座呢其实就够用了。那它的滑顺度是不错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能转多久呢？
看完影片有没有发现它真的是非常顺畅哦，转得非常久哦，惯性很好。那其实呢，我使用的时候我觉得并不一定要这么顺畅哦，其实像这样子的顺畅度就蛮够用的。因为你这是为什么呢？哦，我可能稍微解释一下。一般我们 3D 列印机有挤出机嘛，挤出机的用意呢，它就是把你的线给卷进去。那一般它卷的速度呢是不会太快的，不会快成这样子，一般就是慢慢的、慢慢的。所以只要确保说你线在转动的时候，是轴承在动的，而不是靠摩擦力的，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。其实这样子顺畅度就蛮够用的。再来，我是介绍另外一个线卷架，它是直接固定在机台上面的，这个是非常实用的，因为你的机台如果要移动呢，线卷架是跟着移动的，这是非常方便的。那大家可能会想说，奇怪，那看起来的档案好像跟我分享的不一样，不用担心的，这一部分呢，我分享的它是共用性的，所以你是可以用在刚刚前面所提到的固定式的。就是那个原本的副的耗材卷的架子，或者是这一个组装在上面的它都是可以共用的所以不用担心。那我这边因为是旧版的，我就用旧版的来去做示范。很简单，它不需要做螺丝或是什么卡榫直接把它卡进去就好了。刚好这里有一个沟槽，卡进去而已很方便。好的，那就直接把线卷拿过来放进去，就这么简单。就这么简单放进去就可以做使用了。是不是很方便啊？试过的人呢，像我试过了这个架子之后，我就再也回不去了，我就不会再用固定式的那一个了，除非有其他的需求。